疫情严峻，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冲击。台中有一间餐饮集团响应防疫新生活，将旗下的锅物品牌推出极爽锅物，标榜这职人手作极爽锅物，伸手使任选多种优惠的组合，也吸引不少锅物爱好者前往外带，在家轻松吃大餐。服务人员接到点餐电话，开始备料，所有餐点都是现点现做，以保持新鲜度。疫情严峻，各行各业受到冲击，而台中这间餐饮集团旗下的锅物品牌也推出外带版的独享锅物，方便民众或是家庭外带。目前逐间幸福锅物都有推出了外带锅物，那目前的话有分生食跟熟食的部分，那生食的部分的话会依照家庭人数可以做出不一样的组合，那也可以单点，对，那也配合满500送价值350块的肉品，那肉品的话有双酱牛跟松板猪可以2折1，对，那到现场的话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外送10选1券，那价值大概200块，所以总价值大概在550块左右的商品。业者标榜职人手做的极爽锅物，伸手时正选，而旗下另一个原先以吃到饱为主的锅物料理，也有2到6人份的外带套餐，搭配多种的优惠组合，也吸引不少锅物爱好者前往外带，在家轻松吃大餐。有时很有部分的话，目前有刚刚提到，就是我们推2人套餐以及4人套餐、6人套餐，那最大的折扣是6人套餐，可以到2.6折的折扣。那如果说2人套餐的话是599元，有包含到我们的澳洲和牛以及我们的小肥牛，那还有我们的梅花猪肉，那以及菜盘部分的话，2人套餐是599元。业者最近延长营业时间到凌晨1点，让想要吃宵夜的民众也能享享口福。而业者在疫情艰困时刻，便通推出外带锅物拼业绩，也吸引不少人气。记者赖秋峰台中采访到。